这两个光棍跟正义，对不起，关心一下。陈明，嗨嗨，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，幸福孩子，中间上高高。 人还没到就开场了，他每次都这样子，跑出哪里呢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下四周围的人，有没有看到？在地的人，等一下，那边很奇怪呢。阿姨，姐姐，坐下。可以过去问一下。而且他们，来来来来来，阿姐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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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建鹏姐啊。 恭喜陪我咧上哦！对，我是上，阿杜健康，健康，卡斯麦鲁，卡斯麦鲁，卡斯麦鲁，阿杜健康，哎呦，这几块我真，这几块我真，老天爷，你要抢我的，我故意先卡咧，就是来送啦，我知。 我问你，今麦咧创啥哈？我看见问题呢，是讲你有看到有关？对对对，恁一个人讲就好。你讲三没有看到？哎，喂，你怎么在那刷牙？一大早吵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你要不要先吐掉再讲话？你先吐掉好不好？你先刷牙嘞？听不清楚。 早上起床不能刷牙。不，你他什么？他刚说他早上起床，怎么会早上起床呢？他们又说，哎，大哥，录影了呢。啊？对啊，我们要录影。现在几点？现在已经十二点了。对哦，我昨天晚上出来的。昨天晚上？你是昨天晚上来？他说昨天晚上有看到你呢。是啊。你是在上面了。 不然睡哪里？怎么不然睡哪里？哪有人？你还在这边洗澡？你的屁浴巾？没有来，我洗头而已。洗头？千年灵树哎！那我下来跟你介绍一下。你下得来吗？还是你们先去露营？我们先去露营。快点啦！好了，我下来。住在宿舍是不是？哎呀，莫名其妙。这个套炸怎么差差？怎么差差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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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湿纸巾。当然了，上茶岛、啊。你会不会太夸张了？是不是？这饭店不住，怎么睡树上呢？就住这个这，哎，哦，王永庆买了一棵树，我要一亿啊，再加上吸那个树的灵气啊。哦，哎，你看，你以为阿妈皮痒啊？没有啊，他根本就是一直在那边，我不知道有什么意思。嚯、哦，你们真是，来来，我带你们来看看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看什么？这什么？哪里？看到没有？哎，老树编号18。南星宫老榕树，树龄150年。哎呦，150年哎！哎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呐、啊。哦，对不对？这个已经100多年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都以神呐、啊。哦。附近民众相信这株老榕树很有灵气。哎。对，经常有人拖着树干摩擦身体。真的嘞。他们真的用？他们用？从刚刚摸到现在。阿妈过一会。也太久了吧。八十啊，看起来才69嘞。喂，你是领证的吗？啊对啊，你几岁？我75啊。75，这妈妈看得出来，才60。对啊，你75才60。40岁才到30岁，有差无？有差，淡薄啊，淡薄。有啦，有差。你唔在咧讲啥？但是你真正，我真正有准的哦。当然准啊，因为我最近运气不好，要补五运啊。你运气还不好。啊、你运气还不好，2024年呢，我想补个运嘛。到底什么事情啊？什么事情？我们现在开始录影了，要录影了、哦。我们要送幸福给观众朋友。哦，对，我先介绍这个资讯给大家。哦，所以说真的是阿嬷会来这边录身体就对了。对，这边会解说。哎、啊，阿贝，你是常务委员，你好。常务，你应该看起来1980吧？阿贝，啊，对，结束了。七十八岁嘞，来来来来，啊，你徛伫遮是，啊，什么代志？你的监督，无，唔是监督，我是来介绍这个，七十八岁。啊，我之前唔是介绍过，啊，你可以定介绍出来。
哦，啊你你介绍下，跟我介绍个有同款无？无同款啦。对，同款嘛，所以免介绍嘛。你讲公料，公料哎呀，你讲的是正常的。啊，伊就笑里加舞呀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你好，您无赢啦。我就黄伯仪，我要上去睡个午觉。没有了，我们开工了啦。开工了吗？对啦，开工了。对，不要在那边乱弄了。你也不用说话了啦，这个都先收起来了。对，那要玩什么游戏？我哎，对，我们马上就要送这个游戏奖金给大家。这样，我昨天有想半天了。我们游戏的就地取材啊。要跟树有关系。有没有？我们有跟树有关系有游戏啊？你我知道，该不会有什么老鹰抓小鸡？啊，不是，老树蹭蹭热。老树蹭蹭热。对对对，我有方法。跟这个有关系？我先示范给大家看。是吗？来来来来。好，来。这个呢，我现在半天。哇塞！太夸张了，这是哪一招啊？这要干嘛？我是示范的。所以呢，待会我们请艺人来。要把这个树叶蹭光，有20片嘛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在哪里。你说你身上的这些树叶啊，20片。刚刚是你在休息室说牛奶啊，跟那个什么洗涤什么小迪奇，怎么了？他们两个怎么了？他们想来好好示范。他们有错吗？示范。没有吗？你再不玩，我就上去睡觉了。好了。你说牛奶要示范，两个蹭啊，一次两个人哦。等一下，这两个人，你最好是一个一个蹭啊。什么叫最好一个一个？那请问一下，是要全部蹭完，还是有秒数限制？蹭完秒数是多少？有可能20个叶子是5秒。哦，看谁蹭得快啊！对，把它蹭完嘛。所以你们现在是示范。对，阿伯。不，没有想要只赢一方啊。阿伯可以啊。对啊，我们都在示范啊。我很会 talk 啊！你真的要耽误我睡午觉时间？来快点吧，来啊！趁把它蹭完了。你说老树蹭蹭的嘛？对啊！树木蹭蹭的加老干什么？我是看人的。我是对你的尊敬。我知道，改成老树木蹭蹭热。老树木，不要再蹭那个，就蹭蹭热就好了。蹭哪里不都一样？海妹，海妹，老树木蹭蹭热。怎么了？蹭完了吗？还没完。但是差不多知道意思。还这么多树叶，你又缺哨子。你刚刚不是说不要耽误你睡午觉时间，就是要快一点。那大家已经知道是这样玩就好了，这只是示范而已。有看的有就好了。他有蹭出一页出来吗？有啊，都飞走了。有蹭，大家知道了。大家知道了嘛？对对了。那如果没有人参赛的话，我就上去睡了。有吗？有谁要玩的？来。等一下，慢点。秀蛋，你有什么代志？你们公司谁要玩的？你说我们要不要玩游戏啊？玩游戏啊？玩游戏啊？不是有那么多学生吗？学生没有啊？你这件衣服都穿好了。对啊，不然我们要问妈妈看她要选在全部的人的谁这样。谁的？哎呀，你干嘛？胡瓜重要啊！胡瓜被胡瓜。那就快一点嘛，我耽误睡午觉。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叫园艺队。园艺队啊，你是做园艺啊？我是袁世凯的袁。袁世凯的袁，玉是玉金玉财宝的玉。玉园艺队。那园艺队啊，你是哪一队？我哪一队？你叫什么名？我叫邱淑贞。邱淑贞啊，他来进来进本啊。他来，他是分量啊。有20页吗？20片。我们要来贴一下，准备啊哈！阿妹上这老树蹭蹭，哎，稍等，我借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把这树啊，把你的面摘掉？我很怕观众认出是我。那刚刚示范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是打开的？对啊。对，但是现在进来看的不一定知道是我。你树要打开啦，那当然看得到开花的。他又不是蹭叶啦，他又不是蹭我脸，有什么要看脸？可是你这里会阻碍他打开。哎妈呀，这重要了。好嘞，准备。充满活力，还要挡你。老树蹭蹭了。
无啦，你就是拢总二十片嘛，啊，三十秒内底剩一片啦，这就是十九片嘛，十九片就颁奖啊，2000块啊，没有啦，哎呦，他们玩完了你要怎样？你等一下，他们是要跟别人比赛，看为什么他身上有树叶？你敢出门？看他树叶那种位置，那你就你怎么喜欢？那为什么呢？那有一叶呢？好了，所以后退我两面，十九片了，对啊，那就结束了。没有结束了，他们要跟人家比赛，后面要第二组啊。那个阿虎来穿衣服了。等等等等，你要问一下参赛者。阿妈你好，你好，我待机了。就笑脸的啦，对不对？被找回来。啊，你叫什么名？我这档叫做玉洁。玉洁，董玉洁。啊，董，这档哟。董玉洁啊。董玉洁啊。小姐。吉小姐你好。吉。他。啊？你不是这档吗？你这档哦。我这档。档什么？档玉洁。董永杰，董永吉呀，董永吉呀，董永吉呀，你叫什么名？廖米芝，廖米芝啊，盖小的哦，啊，大家盖小的，结束了，安尼哦，来了，安尼哦，我讲三十秒哦，对方剩一片哦，你那个无掉哦，剪掉，啊，你有来这蹭哦？有，我住在湖边，你住湖边，哎，那蹭一蹭之后。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吗？要不然王永庆干嘛买一亿的树林？真的哦，是啊，阿你我有三个要和你介绍，一个是叫陈曦，啊，一个是郭忠佑，啊，这个许德伟，许德伟来，你三个要更多钱？对啊，我今日来就是为着你嘞，我讲你老点啊，你都没老点，你都没48了吗？没弄吧，我搞不定，人家19片了。你要很努力哦，20片，对，全部把它磨完哦。来，树叶连起来，树叶上，速度要快哦，哈。哎，慢慢想，来，你这一次挡得更彻底了。对啊，我手肘拿起来了，这是遮羞布吗？你这个会撞到阿妈了，危险。真的吗？对啊，阿妈那么矮，怎么做得到？会的，让他们上上下下，不要管他。好，好，来，准备啊，高速蹭蹭的。是无听到文笔啊！意犹未尽，哎，有听到。阿娘，哇，个春戏比呢？对啊，等于16片。16片呢？我这每个人都应该有奖。哦，对，因为对了，老年人这样子，给点奖励啦，给点幸福。对，来，我们颁奖了。来，很好。等一下，要完了，你们搞不完，我上学。对，怎么又还有三个？不是2组蹭完了，还蹭什么？是，那要再蹭叶子。哦，没有，蹭叶子，我们这个可以，要表演。那搞不完，那你三个先旁边休息一下，好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是，我要请出力去掉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进来就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确定没有蹭吗？进来才，你要不要蹭一下？我搬出来就光跟蹭你，人跟蹭无关，你要蹭蹭。对不起，关心一下。蹭没吧？蹭你。再绑。哎，我已经绑那么久了，给你们拆。拿起来，帮忙拆一下，帮忙拆一下。哦，好紧哦，你们这。你都流汗了，你怎么看？你不知道吗？什么呀？等一下，叶子掉出来。为什么？怎么会有东西？就这个啦。你要捕手为护裆啊！哦，我这个护裆不行吗？你护这里啊！我为什么不能护裆？太大的护裆了吧！你这么大，一个关你屁事！好了，颁奖，来，还有
谢小姐，来来，这些2000块给妈妈。温水人叔，那就成功。谢谢，请休息，谢谢。好，那个过来唱啊。接下来颁奖给3000块给演树皮的人。好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麻烦你颁一下。没有啦，没有，上次吹一下。树皮蹭三次，这是为民服务。对啊，可以跟阿嬷这样很快乐啊。对啊，有福气啊。看样子我住在上面也没改什么运。这修起来，你无咧欠这细条的啊？你没欠大条。哎，没事。哎，三位，来来，你好。你好，哇！大家好，你们三个穿的这么统一啊，想必是一个团队的哈。对，你们是什么团队？嘻哈舞会红。哦，你们几岁开始学？哎，大概50岁，50几。没，几岁学都不晚，对不对？你有练习是最好的。对，学舞蹈哦，跳不动为止。对对，所以你们今天要表演舞蹈。是，最火红的舞蹈。对，最火红。你们表演什么？科目三，我姓石。你姓石，那你叫石什么？没有，刚刚不就姓石吗？我们是要表演，我姓石，我姓石。什么叫表演？我姓石，我姓石，我姓石。我姓石，那跟柯四海有什么关系？科目三，怎么都是人名啊？是柯四海没有人名啊？你看一个石可郎，一个叫石可郎，我还是内部的。科目是那个国文数学的那个科目三，因为这个完整的名字叫广西科目三。他们说广西人最要做的人生功课，第一个是要会唱山歌，科目一，科目二是要吃米粉，科目三就是要跳舞。对，这样讲大家才听得懂。对，谢谢你的解释。对啊，是啊，对啊，哎，你们好好跳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请。非常精彩，非常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的，还是要颁奖啊！颁奖，一人1000块的。我们可以玩游戏，抢位置啊！舞一边抢位置，这种游戏一边跳舞一边抢位置哦，跳舞的游戏啊！这个大风吹啊，大风吹一边跳舞一边抢位置，大风吹啊！静音大风吹来，那这个静音呢？当然你抽到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我们派两个年纪跟你们差不多的，好不好？差不多的吗？我有吗？现场懒，还有那个牛奶，对，牛奶，最大的啦。来，你站这边。牛奶吗？哦，牛奶。你们就5个，要抢3个椅子，2个没抢到的，谁先喊出对方的名字就是获胜。哎呦，这样了解吗？但现在各位抽。抽完之后先不要翻牌，我叫他统一翻再翻，好不好？我先让妈妈来抽，先盖着，盖住，没有翻哦，不可以抛弃，我要男的，盖住哦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翻开来之后呢，我们数10，你就要记人家名字了，请开始。来，打开来，一起打开来，放胸前，6 5 4 3 2 1，谢谢大家，来请就位，记忆大风吹 ，music 开始。跳起来，加油！
但他先讲什么？他想求火，但是他不是求火。来来来，他叫阿妈跪他，阿妈跪他。他讲对了，那你讲他什么？求佛，求佛，他是错的，他是恐龙扛狼，恐龙扛狼，恐龙扛狼。OK， 那你淘汰喽。对对对，谢谢。啊，不好意思哦，四位请到这里淘汰。哇，真的蛮厉害的，蛮好玩的，蛮好玩的。而且呢，瓜哥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因为今天的妈妈一起来参赛啊，我们也这边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啊。哦，待会呢，每一位参赛者都可以获得我们善存综合维他命。哎呦，刚刚你不讲那个妈妈，你要不要先给人家？哦，要，来，妈妈，这个综合善存维他命先送给你啊，让大家啊补充好这个好的营养，同时呢，帮你有活力、有光彩，而且思绪灵光，由内到外。状态可以好一整年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啦，是，好，谢谢啊！恭喜四位，接下来抢两张，一模一样，两个要先讲，但题目不是刚刚。快点问啊！来，你们随便抽，你要抽第一张啊？你。你的难一点的，对，抽难一点的啊，要不来的叫到啊，四张哦，也是计时十秒，预备，请翻。哎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，这个我抽的比较好，抽的真好。一，来，谢谢大家，来，请就位，好，音乐请起。哎，我滑步，滑步了，滑步了。牛奶一直在叫，你在射什么？你刚刚叫他什么？北屯南星宫。北屯南星宫，他是北屯南，他是北屯南星宫。但他先叫他，他是叫什么？他一直叫射，你一直在射吗？对，他一直射不出来，射不出来，对，射不出来就再见了，那就再见。牛奶再见，恭喜你。为什么你的记忆那么好？对呀，对呀。跳舞常跳舞要记动作、啊、哦，记舞真的、啊，所以训练你的记忆就对了。哇，你也不错，一直抢位置啊！抢位置不要记，不要记，他这个技巧。对，看你们跟懒懒抢实在有点辛苦啊。嗯，接下来啊，你们是进行这个就是冠军战了。对对对，对，因为你们三个抢两个，加油加油！来，等一下，牛奶，这个。补充点维他命哦，让你的思绪啊状态可以好一整年，好不好？哎，好 ，OK， 接下来是冠军赛了啊，奶奶呢？你们谁先抽？他们先。不要给人家看到。简单的。好，准备好啊。啊。这个呢，只能记五秒。哇。哎，这三个人啊。因为只是冠军赛了。啊。五四三二一就就位了哈，一二三五。4 3 2 1，谢谢，来，请就位，好，来，会有两个冠军哦，各3000块哦，因为抢哦，注意这个有点难点哦，如果你听两声哦，是倒转哦，好，如果你听到少女是倒转，倒转顺时针变逆时针，结束呢是，好，来，请命令。来跳起来求我嘞！我们这位姐姐呢她喊什么？男子区。那楠楠先喊吗？楠楠先喊大安区男子区。你到底在喊哪？高雄台北都喊了，我忘记，以第一个为准。对，要第一个喊大安啊，台北市的大安区。我因为医生说他大什么，可是我忘记大什么。
对，他是大雅，所以他想讲对吗？对，对，阿姨喊对了，冉冉是输的。哎，这两位是来聊什么？真的很厉害，很强啊。好厉害！我们要颁奖呢，是除了有这些以外，还有小礼物来送给大家。请请哦，这个新的一年呢，我希望大家呢由内而外的一个保持好状态，光彩迎新年。记得要补充我们关键营养素。那么这两款呢，专门就是给五十岁以上的那些男女性综合维他命了啊，可以增加我们 B1、B6，让你的思绪更加的清新，好灵光。那男性的话呢，可以增加那个锌，还有 B 群，让你有活力。那女性的朋友呢，银保膳群呢增加了硒，促进胶原蛋白的这个形成，让你有好光彩啊！这边改善好你。没错，里面还有22种人体必需关键营养素，是全球销售的 number one。不止帮你提升保护力，也帮你维持一整年的好状态。赞赞赞！欢迎颁奖，谢谢。请来颁奖，来颁奖啊！送送。好，感谢善存的赞助，谢谢。希望把钱存起来，好，叫善存嘛，来3000块，3000块，谢谢，恭喜，继续送幸福。台中北屯南新宫的百年老榕树，至今已有150年历史，是北屯最古老的庙树，也是南新宫繁荣的象征。下次欢迎来拜访一下哦。哎，接下来进行是木头爬爬乐。七战四胜的，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跟树木有关系嘛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呢今天主题跟树木也有关系。哎，刚好又是在树木上面蹭的呀，对对，什么动作？吸收灵气。蹭啊！不管这根树有没有灵气，你心里有安慰就好。真的吗？七战四胜，来，关于第一组，来同学的对战，大名，王慧慈。王慧慈啊，你在哪里服务？中明高中。中明高中学生啊？对。平常爬什么？软网队的，是软网队。啊，软式网球队啊，软式网球队，软式网球手应该很有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的对手是兄弟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了啊，再来请就位，来，加油，加油！木头爬爬乐有7战全胜10000。6-1呢是7000，如果有5-2是5000，最后一个比数就3000了。好，预备，加油，开始了，上班了，爬起来，同学卡关了。同学领先了，哇，可以可以，后来居上，同学还卡了一下，还可以，后来居上，直接进步滑掉，哦，确实让哦，刚刚前半节感觉熊女会赢，而且他还卡了一下，我后面裤子滑掉，有点不稳。裤子滑掉，他如果再往前的话，裤子会留在原地。危险！哎，你后来急起直追，是你没有摔下来吗？没，我就在那边卡住。有摔掉吗？没有。我就说那个地方男生比较辛苦嘛，对不对？女生还好，没事，就给他过了。哎，恭喜你1-0。好，观众朋友领先。谢谢。来，下面一位。来，现第七。杨千惠。杨千惠啊，学生吗？对。网球队。嗯。OK， 也是同队的。对，都软网的啦。对，你棒球队的。小迪，是棒球啦啦队。大家好，我是显迪西小迪，请多多指教。哎，好嘞。来到台中算小弟啊，兄弟，对，他是兄弟的，对对，因为我们翔哥最爱嘛，对，我们最爱，我们最爱了，兄弟，华美，对，也是兄弟，终身兄弟啊，哎，爪爪，是吗？你不是垃圾女孩吗？不是，你有加入我们垃圾女孩哎？没有，那只是一日而已啦，啊，不要乱喊，下面不像，我们是不像样女孩，这样看起来我们应该又要2-0了。不一定啊，你平常有没有在练习运动啊？爬，有爬什么？我手比较有力，手比较有力，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可能小时候提东西提的比较多，然后这里蛮有小时候提东西，小时候怎么提东西？那提什么？山上爸爸妈妈拿东西哦，去山上，去那个超市啦，买一些会帮忙，好像会帮忙哦，对。所以你这个从小有训练提东西 ，OK， 这叫做训练了啊。训练。有帮忙做家事吗？有。做什么？提水、打井。现在还有去井里面捞水、挑溪水，还要捡柴、捞那个。类似啊。类似。你们家住哪里？住哪里？新竹。新竹。住新哦，你家去念书就对了。啊。好，来请就位。好。加油！加油！职棒啦啦队新秀显迪奇与同学来对抗，谁能先拍到气球呢？预备，不要掉下来，慢慢爬。木头爬爬乐，走了。
可惜了。你本来领先的，怎么？对，就是有点急了，对，想赢。是，但是战果很接近啊。对，刚刚对啊，还以为他会赢呢。对，我刚刚也以为我们要1-1啊，没有想到。但是他不慌不忙，他也不会因为他靠近他，压力就大了。有在比赛，球类运动就是不一样。对对对，心态要顶住啊！啊，是2-0，同学领先了。谢谢两位。下面一位，哎，大名，我是谢婉容。谢婉容，学生吗？不是，我是医护人员，放射师。身体检查。对，要滚进去，那滚短。对，太空舱的那个。太空舱啊，对啊。怡婷，是好久不见。对啊，怡婷还是我们魔王哦。在女生来讲，算是蛮优秀的。一定会。很久没来，很久没来，不敢说，不敢说。各就各。这一轮拿回来哈。第三组放射师与大集合女魔王对抗，看起来是一场殊死战哦。木头爬爬乐，现在在一人暂时落后了啊，看能不能陈怡婷扳回一城，因为。快！怡婷是真的很快，他很会玩游戏。哎，我刚刚觉得应该观众会赢的呢。是吗？我觉得怡婷会赢的。可是他一直摔下来啊。对啊，他护理师好像是滑倒之后呢，上来很慢这样子。是，他滑不太动。哦，对对对，他这边滑不太动嘛，我那边好滑哦，一直掉下来耶。好。那个92，好，拿完一场比赛，来来，请休息一下。啊，来下面一组。啊，牛奶。哎呦，牛奶，牛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访问观众。黄思雨，黄思雨，黄思雨，黄超超黄，黄思雨，对，什么队？田径。田径，你头发剪那么短是因为风速吗？风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你这个田径是负责的项目是什么？跳远。跳远跳步的哦，那对这个爆发力很强哎，还可以哦，一定的 ，OK， 可以吗？我的牛奶危险，哎，牛奶来来来，牛奶牛奶牛奶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说怕他身高太高，手太长啊？对啊，身高长，不会啦，应该是会3-1啊，来请就会，加油。第四组艺人牛奶遇上跳远帅帅女，两位都要小心应战呢。哎，木头爬爬乐，预备。好，双方开始了。我们这个乐咖的田径队同学，哎呦，领先了，哎呦，接近了，进来了，哎呦，这个同学有拍，然后牛奶也扫了一下。挑战哦。哇。是哪一边？我们看一下，回放一下。哦。田径队同学，哎呦，领先了，哎呦，接近了，进来了，接近了，进来了，哎呦。刚刚打给纽约总部了，纽约总部，对对，他回放之后呢，是这位同学压的球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压第一步没破，没破，有压到没破，弹下去有没破，但是牛奶明显一扫他就破，牛奶来扫破，对，所以他手还放在上面，是牛奶弄破的，所以我们判定一人获胜。哇，我想不到追回来哦，谢谢，来下面一位，现在来到2-2喽，哎呦。你真的有那么冷吗？没有，我穿错衣服了。为什么？那就是没有找不到蓝色的衣服。找不到蓝，为什么一定要蓝色衣服？因为今天规定，规定要蓝色，团体要穿，就像我们规定要黄色是一样的。你好，我叫刘宇峰，可以叫我 Jacky 就好。Jacky 就好。对，你在哪里工作？我在张毅文胜数学补习班。哦，你是老师？对，教数学。没有，我现在是国三的导师。导师，你专长是教？还没有，我是代班的班导师。班导师要做什么工作呢？我们可能需要负责学生的东西，然后他接下来学校有什么事务，然后我们要去帮他叮嘱安排他的课程这样子。对，那这样就很了解了。我们可能会搬回一层。哎，我们的比较高哦。哦，手长手长，手比较长。哎，请就位，加油。老师对上嘻哈 rapper 程曦，到底谁的胜算比较高呢？注意哦。预备，好来，好，双方好像抢标一样哦，很接近哦，犯规了，很接近哦，犯规了，犯规了，没事没事，掉下去了，老师还有机会哦，对，我们看到陈曦哦，拍破球的时候太急了，太急了。当然，他犯规就是落败嘛。我们艺人要求就是这样，你怎么可以落地去拍那个？哦，我落地了。对，你落地了。你不知道你落地吗？
我不知道，我你不知道你脚那么长吗？啊，那我可以宣传一下我七月要发的新歌吗？你发新歌哪家？对对对，没有，我一月会发一个新歌叫《让出路》，然后如果玩得不好的话，就下面一位。等一下，准备好了，不要再刮个头了。我很想讲这一句很久。所以你出单曲对不对？单曲还是专辑？出单曲。现在是观众获胜嘛？对，判定他获胜。对，你的视频我待会再处理，好不好？谢谢高哥。因为待会你能唱，一定会让你唱。那你没有，我不一定要唱啊，我只是想说跟大家讲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下面我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一定要梗，一定要梗。下面一位，来。好，哎呦，大名，林立翔，林立翔，对，是补习班老师，老师啊，真的是老师，是老师吗？教什么？教数学，数学老师，数学老师。所以你玩股票吗？哦，小玩。哎呦，你看数学老师会不会比较厉害？因为逻辑性。当然，数学老师会玩股票，只要对数字敏感的，对这个都会。真的，真的，对，一定是那财经师这些啊，分析师。他如果脑袋不好，怎么去帮人家分析呢？所以这个应该在美国是华尔街的一个精英分子啊，真的。对，在台湾呢，股票有赢吗？小输。想成这样就是小输。是。阿虎，哎，补习班学生，补习班学生，韩国人啊。哎，今天是欧巴，今天扮演一个欧巴，大家叫我欧巴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欧巴，不要，不要。来，请就位。数学老师对上搞笑阿虎，这题真的比数学还难解啊！现在观众3-2暂时领先一人。哎，木头爬爬乐，预备。来，我不晓得为什么这组会安排到第六棒，这应该是第一棒吧？没关系啊，可能他们想说来到这个阶段很紧张，缓和一下气氛。所以呢，现在观众4-2是看领多少钱而已。观众已经获胜了啦，3000或5000而已。对，要看最后一棒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两位。啊，接下来介绍的是第七组的阶段。阿莫的任务是看一下省奖金还是多给奖金。对 ，If you lose 5000。If you win 3000, Help me. Okay, help us. Help us. Help us. Help us. Okay. 听不懂啊？懂吧？应该懂吧？听不懂。你要好好赢他才有5000，不然你只剩3000了。对，你们是赢的啦。对，你有机会，请就位。同学个头比较小，会不会比较敏捷呢？拳王阿莫可要小心应战啦。因为这最后一组了，到底是3000还是5000呢？看观众了，木头爬爬乐，我输出了，爬来了，别打了，空鞋拍到了，爬来了，别打了，空鞋拍到了。阿莫也是急啊，对呀，急到别打了，来来 ，OK。他练的所有拳就是没有练那爬，对呀，没有那是蹭的啦，没有人啊，他主网。You always say I can do it. Why? Why? Sometimes we can. Sometimes we can. 太滑掉了。来，恭喜你获胜了啊！来，恭喜！特别请到呢，我们北屯旧社南新宫，主委李作胜。来，恭喜，欢迎。主委，你好。啊，今天为我们大家鼓励一下，来，请。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综艺大集合的所有团队。我们观众朋友，大家玩大家好。今天非常欢喜哦，来找到咱这个百年公庙的南新宫，咱的妈祖呢，伫来台以后呢，个即嘛已经有273年啊。哇！273年。所以伫这段时间，甲民国81年的时，总兴建完成。所以咱今天有这个古物。才有法度成立这个百年公庙，让大家认同。在这嘛，祝咱这个综艺大集合愈来愈发展，做这个观众愈多，满天下。嘛，祝福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身体健康，新的一年呢，祝大家好运常来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注意，看下有选对议员啊是？无啦，现在靠在家吼，一整个立场，一整个立场啦。我讲咱一年选对什么嘛，靠在安尼才好。是啊，安尼唔知有诈钱哇哈。直接问你，我当破啦你。我是较直接啦，我较直接。我看看，啊，多好啦，你头尾落山呢？有啦有哇，我来替你，我来替你处理。这足够，这目前应该是。两万几啊吼，超过哦，超过，超过哦。这个南平宫天上圣庙，在大宫北屯哈。来，接下来颁奖典礼，是啊，颁奖获胜吼，来，五千块哦，来请。南平宫来颁奖典礼给同学，你们自己慢慢分哦哈。好，来恭喜同学。这条是先害你，收看，你无想走嘛吼？哎，老嘞，要个老嘞，要个老嘞。今天带那么多钱哦，可以完成我一个梦想吗？怎么了？我想挑战郭宗佑。啊？这个？郭宗佑这个这关应该跟我一样烂吧？是吗？对啊。你要挑战郭宗佑？我是没爬过了。梦想太扯了吧？啊？好 ，OK 啊，我接受挑战。不是，他是我的梦想太扯了。老实说是有点扯，你怎么会想要挑战他？啊，不然挑战谁？你挑战阿五可能还差不多。阿五，挑战这么烂的，我何必呢？挑战今日，万一我赢郭宗佑的话，哎呦，哇塞，那我真的是，那要起点一样吗？还是要稍微礼让一下？毕竟你不可能一样啦，不能起点不能。那起点你要让一点好了，小让。我什么时候让你们让过了？啊，不让吗？你不让？让半根好了。半根太多了，三分之一好了。我觉得我坐这边好了。哪里？从这边开始。那对，你就从这里开始啊。对啊，那三分之一。他从原点嘛。差不多。你赢了有2000，我赢了5000。我赢了这么多啊！不然你喊了、啊。不是啦，那个人家是主，另外主委，朱毅，朱毅来了，朱毅，接下来，啊，一羊2000，万羊5000了，吼，哇，真的，3000块，那就上了。好嘞，好，给你，直接 PK， 快点转起来，恭喜你，我请大家吃麦当劳啊！耶！蛙哥与郭宗佑这场 PK 真的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。没有动，他可以靠自己爬呀。他可以爬，这里有。好，聪明。对啊，踢出去就已经摸到了。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出不要再讲了，他一出去就别打了。你就是亏实力啊！哇，我挑战你是个梦想，你敢讲？爸妹，来吧。哎呦。你能准备哦？我要启动啊，不然我怎么启动？他怎样？你准备啊？这个是来准备，预备。是啊，他很不照规矩爬。怎么了？我都一次都没掉下来，他一直掉啊，我没掉下来。他只是最后才掉下来，那就犯规啦。没有啊，他拍球完才掉的是合理的。但是我是从头到尾我就一直爬。我们不管你从头到尾怎么样，我们只管气球谁先谁拍破，而且不能落地。我没落地啊！我知道你没落地啊！他也是，但是他落地啦，他是拍完才落地，对，掉下去的途中，只要拍完落地算输。你很牛哦！你要怎么玩？那么厉害呀！哎呀，表示我还能跑。哎，你还真能跑！我刚刚是故意让他的，是吗？看得出来。哎，我要玩一个不让的好不好？第二。我又没得弹，没有着力点。哎，弹真的有差。对啊，我们就弹那一弹那一半，赢了弹的那一弹就已经下水半个。他是从游泳池跳下去，我是从里面开始游。了解了，我跟你讲了，你再回去练2个月，再来挑战瓜哥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来，颁奖2000。来，谢谢我们诸位，你作胜，谢谢，继续送幸福，谢谢瓜哥。
旧社南兴宫是位于台中北屯区旧社里的妈祖庙，这里的妈祖称为旧社妈，信众与日俱增，感恩妈祖一直保佑大家。接下来进行是暴力甜甜圈。今天暴力甜甜圈呢，哎，我奖金的第一名呢就是6000了，没有看到哇，这么高热度，虾色亚军3000了，哇，好看好看，很高。季军呢怎么样？我们又送善存，善存啊，在渔村买。来，欢迎参赛者七位，请出。高手，来，第一位是你是吧？啊，哇，为什么排的地方是抽签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被安排。对，其实第几棒都不重要，有实力的管他第几棒。你在学生吗？学生，田径队，田径队，东明高中。哦，这个要小心，因为他力量的甩动不是让你立即会可以平衡的，所以你不要硬逞强。哇，你这样讲，他还现在还敢跟你干吗？不是啊。玩一定你自己会衡量嘛，是是，如果过头你要放掉，不能硬掰啊。对了对了，基本上顺顺的过是 OK 的啦。第一位请就位啊，你上名是孙刘宇，孙刘宇上刘宇，加油加油，第一棒我们看好你了，加油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怎么了怎么了？各位可以投注，只能投冠军啊。对啊，不是你现在是访问一个，后面还没有访问呢，你要一次问一问吧。不知道他来，他们你们自己看呢，我还要访问啊。好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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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能问职业，你看，后退后退。大名，于承汉。你是运动强项？小龙健身的。小龙健身，练街头健身。小龙意面的话是很。是在巴德路啊。巴德路那个意面。哦，那个口水鸡。啊，口水鸡很好吃啊。喂，巷子里面。你看我们摄影师一直流口水了。小龙吗？小龙健身，健身啊！啊，我只能提到这里了。就这样啊？那你呢？你健周国成，周国成不是你攀岩强项？攀岩教练 ，OK 啊，攀来健身教练，健身教练，这个卖奶茶，卖饮料，饮料。最近挑战很多地方啊，对啊，许德伟嘛，江正凯啊，就这些啊，还有他，他们都很强哎。一号的刚刚访问完了，太难选了吧？来，各位想选的请站后面。等一下，选手往前一步，往前一步，站好，选对3000块哦。哇，3000了，你们是别的地方好不好？你就是，好。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七号有人选，又是一号、六号没人选，各自加油了哈。不要跑票喽！你们要监督自己哦。好，监督。啊，监督懒人就好，他最喜欢跑了。强哥也会。OK 啊。七位都是百里挑一的高手，这场高强度的战争令人期待。加油！预备。好，两位同学，好，一开始就很快来到了第二块的甜甜圈。这个摆上虽然不是很稳，但是一阵就是可以拿得到。冠军没人选，冠军没人选，没人选，好顺哦，厉害啊！我刚刚访问半天，居然他们没有人赞你啊！我已经判定你是冠军的了。年轻人果然厉害哎！哎，9秒63，9秒63第一名了啦，对不对？够重要，我觉得还后面的更厉害。哦，是吗？我觉得。你投给谁？我投给攀岩教练。攀岩教练。哦，你看好他就对了。我另外卖奶茶的，我其实很想要投宝哥啦，但因为宝哥那边人真的太多了，厉害啦。好，请站。等一下，先休息一下。你怎么站？因为他第一个没人站嘛。刚刚有讲到预测奖金。拿到的话是5000块嘛？三千而已。对啊，3000块啊。要了解一下。你们刚刚没讲嘛？我闭嘴啊！什么闭嘴？我没讲。你们有听到吗？没有，我们站后面没听到。听到多少钱？5000。你看，你把你们学坏了。5000啊！我有讲5000，就是没有听到，听清楚我才拿出来问。啊，我尽量听啊，反正我尽量跟他注意点。还是熊你比的老师，你有听到吗？有啊。多少钱？3000。看到没有？你们就应该讲5000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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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？我听到的是6000哎。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听到有问题。这还不打吗？我听到的是6000。这应该要打吗？我不是不想打他，他有朋友。算了，打打看，不，就是5000了。
我紧了，我紧了。哎，站好，站好。来了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。站好，你们东跑西跑的。会。你不监督好。我会。啊，会哦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谁。等一下啊。啊？等什么？等你们接下第二棒啊。预备。不要急。丁少英。丁少英，你这种动作在。这个体育界抖一下就算淘汰，就每个都这样都抖一下。对啊，你问他是抖一下，对，没错，天津界这样子不行。对，冬天当然会抖一下。我们是奥委会的，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喽！摆荡起来，啊，糟糕，多这个摆荡，多这啊，两个摆荡，啊，这就麻烦了。好，后面是顺畅多了，后面顺畅多了，但是前面这个两个摆荡浪费了一些秒数。没拿到，谁选的？谁选的？不会上了，他还没拿到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所有比赛都有天灾，这个算半天灾了，算是半天。不是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心理建设不够，他第一环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想放弃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最后为什么没中？因为滑掉，滑掉，对吧？那就算。那就算没成绩，那是没成绩，等于掉下来的意思。哎，谁投他？阿虎啊，歪上啊，又是我啦！你真的够衰的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他第一环的时候不是他放弃，是我想放弃了。也不能这样，你挑挑的选手还是要鼓励啊，加油啦！不要负能量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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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看好你了，来，有几个？有四位，四个投给你，哎，对，五千块怎么分？4250，什么4250？一人1250，1250，来1250，来请就位，预备，要急哦，不要抖哦，要急哦，来了，来上了，还有4.8的，好快。他连第一个都赢不了，急了，来，所以没有比赛之前风险都存在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刚刚发生什么事？到后面好像就是又被摆回来了。所以啊，你只要晃一个，你就可能晃到第二个啊。所以有谁能看好的？搞不好江正凯就第一名哎。怎么样 ，Terry？ 哎，不一定，我要稳稳的过就好了。求稳，这个要一次爆发过去。我想看他失败，他最爽，爽到不行。OK， 四个人投他的，再见喽。再见。对，你要没有，你要没有秒数，他不会赢第一个，会赢第一个，说不定他8秒多啊。来，请说，请说。可能。12秒25。对啊，你是把球都要套里。晃成这样还哦，赢过8秒多，第一名还是9秒6，我没讲错啊。啊，没人投嘛，对不对？没人投的，你看，来，请后退，该你了。哎，您是健身教练，健身教练多少年？6-7年。6-7年，斯巴达的吗？斯巴达教练。I'm Sparta。耶，阿鲁，哥，来请就位。哥，跟你报告一下，哎，他是我师大的学弟，学弟，而且我们同一个寝室。是，来请就位。加油！一杯。现在暂时领先是9秒68哦，对不对？63哦，加油！我出发了，停止！这位斯巴达的健身教练，目前那个摆荡感觉还不错。好，就是这个速度，再来，这个流畅，没有问题，流畅，非常流畅。是你一个投他吗？还有蓝小姐。啊，蓝小姐哦，因为她手变粗，谁手变粗？对，哦，她很粗，还是觉得，所以你通常都会看人家粗，对，是手臂的部分，对，因为她看起来是很厉害，那你为什么选？皮肤蛮粗的，就是有练习，那个要保养好不好？有在练习。等一下，这个应该我来猜猜看，我觉得第一名吧，应该第一名，7秒多，第一名吧。9秒28，还是第一名，赢过去了，9秒28了，9秒28还有3个哦，还有3个哦，
三个，接下来就是你了。好，宝哥了。你也知道，高手过招就在失误。对，如果晃两下就再见。对对对，不能失误，不能失误，来请就。好。刚刚没有人加油，是因为感官问题啊。啊？什么感官？不是什么感官问题，观感问题，就感觉不是很好，那三个刚刚好，拉拉队啊，拉拉队啊，我也是拉，你是拉拉队吗？我是，那个洗涤器他也拉拉队，是哦，今天来操作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为什么不带团出来拉拉队呢？哦，是你不对啊，那等一下我们就获得奖金的时候再拉拉队，再来啦，对对，那现在三个都是要帮他加油啦，来，有没有整齐？也不知道做什么的，因为都不同队，尴尬，没蕊过，对，没有不同队。我做节目还给你蕊啊，预备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宝哥，出来有失误啊！他用这个功法，糟糕了！宝哥，出来有失误啊！他用这个功法，糟糕了！再见，老板。好，再见，老板。好，宝哥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失误，很快，出现了一个小失误。有吧？后面补一点，后面补了一点，有一点危险。完蛋了，他后面又补了一下了。对，但他前面有啊，这个比赛很刺激，就是输在那点失误。因为我跟你讲，第一棒呢，他的这个顺序是摆档啊，摆了9秒多。嗯，那后面要抢快，如果你是跟他一样同样的摆档，大概差距不大，所以你就要直接抢快。他刚刚弄个顺畅的，大概6秒多就。对，但是抢快，因为可能距离也太大，抓不太到。你为什么想回来？他因为要再做一个摆档，对，那你是抓不到，所以他马上急中生智可以处理，他马上对危机处理非常好，其实是很厉害的，这点我们很欣赏，是，对，8秒，9秒85，哇，小输一点，小输，我算有追星回来，不然前面先往后，来，现在呢，婷姐只剩下你们两个了，那个兰兰，哎，这里，你们两个的，哎，你们两个就，待会有机会，因为。往后看大概哎，许德伟还没上吗？德很厉害的，但是最起码有第二名啊，第二名是没奖金的，第一名才有。你不是说他会进第一名吗？你还在啊？还在，什么叫名？还有三，一共还有。教练一定要第一名。我压力好大。对，身强体壮。对，他要不是控制，现在有8个小孩了。他那个第三个没有想要生的，是不小心的。他只是过去拿个遥控器，他就太快了吧？真的，你本来就没有想生第三个嘛？这个是意外啦。对啊，所以他现在很控制啊，他会绕远路去拿遥控器。对啊，那你是拿遥控器出来的吗？不是我啊，会拿？我不是，是我老婆去拿遥控器，他跨过。你在叫什么？这个机会，一位。缓缓的就可以了，哎，缓缓的就可以了，哎，他第一个要接第二环的，今天就没有拿到，他这下麻烦了，这下就麻烦了，这下麻烦了，他重新再来，重新再来，喂，这样算掉下来，这样算掉下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比赛就是比赛，像。比赛就是比赛，什么叫比赛？而且他是艺人呢，有没有很严格？不是啊，你给他再一次太不礼貌了。你干嘛那么纠结这个问题啊？那也让你也没机会啦。我知道啊，对啊，我要让他们。你觉得他可能赢过他？那我再一次，再一次就好，再一次嘛，再一次。你不用讲再一次，画面自动会讲。你要加油啊！大家都看好你了，来，请就位，预备。来，江正台一个摆档，又没拿到。第一个第二圈，那个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好，现在摆位，拿到，好，现在摆位，没抓好，没抓好，来。滑掉了，滑掉了，那没关系，他有认真啊，没办法，毕竟真的很难嘛。但也不影响大家投票的利益啊。对，不影响投票。剩下许德伟，现在剩德了。许德伟跟他拼啊，那等于婷姐一定有一个奖金的啦。对，他一定有第二名啊。不是第二名，就第一了。重点是后面的人啊。对对对，就是你啊，剩两个人要加到5000。哎，剩两个好分啊。刚刚你听到多少钱？我记得是2000。瓜哥有奖。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不要再乱了，不要再乱了，来，好，来，德伟，加油，预备。还有一千二，非常漂亮，这一个没抓到，这一个没抓到，哇，好不容易再抓回来，再抓回来，啊，这个抓回来。
我怎么可能？哎，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。许德伟输在那个倒环哈，对对对，倒过了一个。那个问题在哪里？哇，今天的那个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是上面的麻绳，麻绳的长短其实是摆荡的关键。麻绳理工吗？对，麻绳理工。哦，因为它麻绳比较短，对对，所以它的着地就断控比较短。可是它的工具是一样的，大家是啦。对，然后还有每个人的身高啊，手臂的臂长啊，其实都是有点差。但比赛都很精彩，不管是掉下来的还是在前面都很认真，我们看到的是认真。可以，几秒。1秒28，成绩呢已经出来，有两位是没有成绩的。是的，一号是9秒63，二号是12秒25，三号是9秒28，第四号是9秒85，德伟11秒28，第四棒跟第一棒，冠军是婷姐，亚军是刘宇。来，恭喜两位！特别请我们主委李作胜，来有请主委。主委好，主委副主委好，来，副主委还没讲到话啊，来，雷行宫，我们春节快到了哈，那南星宫都有一系列这个点灯，跟安座的这个祈福的一个活动哈，那我们如果是要求财运的哦，求事业发展的，我们有财运灯啊，也有这个财运斗，那如果是要求平安的啊，求这个消灾解厄的，我们也有平安斗。跟我们的太岁灯、光明灯啊，如果说是要求这个平安健康的哈，我们也有药师灯；啊，求学业进步、考试顺利的啊，我们也有啊这个文昌灯。那如果要求姻缘的，我们也有姻缘灯哦。那如果这个配合我们的现在异化的时代的来临哦，我们也有提供这个线上点灯的这个方式哈。方便各位的这个信众，是点光明灯啊，线上就可以点了，对，是这个意思嘛？这也是我们台湾人的一个习俗。是啊，是啊，哎，那个犯太岁的啊，对。再来看一下农民历，你要看一下哈。对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主委还要讲话吗？没有了，我是说，我们最像表演最辛苦的，我想我主委个人，我2000块加码，2000块加码，阿亮，哇，你要2000块加码，我个人，对，先让我来处理一下，哎，这个代志我来好好先处理。第一个是，那请颁亚军，不能3000块嘛，亚军3000，刘宇，来，副主委来颁发这亚军的3000块钱给刘宇。谢谢，恭喜！接下来颁发的是冠军，我来冠军一样由副主委来颁发给我们6000块给张婷姐，谢谢教练，恭喜！好，谢谢，啊，阿雷，我们大家的北屯最胜男性，不，还有我们两个啊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我们两个有预测奖金呢。预测奖金，喜小姐、蓝小姐的呢？那预测奖金，不是2000？对，好，2000，对，够人，哦，没有，新不加冰还特哎哦，没有，你意思你讲清楚了。我诸位，我再处理一下。我刚说的是5000块。什么时候说五千？对啊，什么时候说五千？从出头我就讲3000了，你们一直要加到5000。不是，后来是有。我的意思要加到5000，是说人多我会加到5000，你们两个人还有5000，会太贪了。5000好分呐。3000也很好分呐，你这个。对啊，你会不会数学？会不会？3000吗？不要理他，把他后面剪掉就好了。啰嗦一大堆。哇，你2000哈，站住。啊，不对，等刚刚踢了。不，等一下，这个他想加选手的。对啊，对，这个选手要加给谁呢？是不是那个刚刚谁第四名？第三名。第三名啦，宝哥。宝哥来，第一个2000被加，我们加好酸球哈。好，这第三名。第三名啦，高嘞，谢谢。哇，你宝哥哇 ，OK。赞，宝哥。那来，我们要处理这个1500块。啊，难噶嘿，小弟啊。打情歌。对，来那个啊，那您颁给美女哈。谢谢。谢，就那几，谢谢。你好，谢谢。你这拍照拍多久？收起来，嘿，啊，你个行啊，来，谢谢。没事啊，等下留落来哦。哦，这是好所在啊。好，你有去蹭，你有蹭球道？从小蹭到大，从小蹭到大。哇，就蹭到大才当副主委，才当主委。哎呦，我会不会当民事总经理啊？那赶快蹭啊！
赶快撤！喂，好，继续送信徒。哎，今天呢、啊，哎，我来介绍这个北屯呐、啊，哎，将近有300,000的人口啊，这么多人啊，我对北屯都熟悉啊，好像我第二个家一样。怎么说？哎，之前百战百胜就在雅阁花园这边录，就是北屯。这地方呢是好山好水啊，而且呢它风景区很多啊，最多的是土鸡城啊，啊很多哦，好吃的土鸡，好吃的土鸡城。大坑那边也很有名。哎，对对对，翻山越岭呐。啊，而且十方就在这边。哦，你每次在赞助的这个公益单位，他盖的学校啊，本来是那个土石流嘛，后来我帮他去申请，说盖了一个学校，也就在这边，也就在这个北屯，对对，附近而已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算第二个家了。有时候校长还是要回来巡视一下，真的啦。哎，你去看很多有我的铜像在那边吗？铜像也太夸张了吧！我知道有。不要说那个是你吗？你如果说签有签名啊，还有点铜像，好了啊，不要再说那么多废话了。这是你在说。哎，你要示范啊，我说废话。这个是什么？你要跟大家讲。蹭蹭蹭啊！蹭蹭蹭啊！一二，掉下来就淘汰了。哇，厉害！噔噔噔噔，哎，秒数最短的就奖金5000块啦。哇，登上这个小山坡就是5000块，最短。你要参加？这感觉蛮。我参加不好意思啦，我想示范。那你示范嘛？我示范，我示范。参加知道不好意思还不示范？对对对对，我来。登个登，蹭蹭之王啊！啊。蹭蹭王最能蹭的一位，蹭王之王。为什么能蹭呢？怎么能蹭？因为每顿饭都不付钱的蹭。没事没事，来说说优点的。一位，蹭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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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扯哦，好厉害哦，蹭蹭王啊！所以我几秒。秒啊！但是各位放心，各位放心，他是禁止参赛的，对了，所以他只是示范而已。示范观众朋友，只要是个人啊，不是，只要你举手就可以玩，就有机会玩了，就有举手。哎，要举手的来，那观众可以举手。统合，统合。马来西亚哪里？马来西亚的，哪里？谁是马来？你是马来西亚？对，来来来。马来西亚，对，啊，哪里的马来西亚哪里？槟城。哦，槟城啊，菲律宾内。啊，我特地过来的。啊，真的？你要玩吗？我要啊。你第一个吧，因为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吗？远道而来。第二个的话，那同学，这边同学，先派五个出来，派五个出来。五个。你说槟城有两位，另外一个谁？这位。好，你们为什么会来台湾旅游吗？来过年，是的。告诉我们，你们今天在这里，我们从。所以你在马来西亚就有在看我们节目吗？有啊，阿嬷，阿嬷交代说我们一定要来。好，有。那应该拍一张照回去给阿嬷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阿嬷手机的手机手机哎。啊，怎么都在外面？朋友在帮你拍。来来来来，那边那边。阿嬷你好，哎。阿嬷。拍照拍照，一二，拍照你要干嘛？拍照拍照。叫你拍照，你走进来干嘛？一二三耶。阿爸，大力巴卡西。他也是槟城，他也是槟，他台湾，啊，台南的啊，台湾的。好，等一下我要处理一批哦，同学你们是第一批的，来，先跳了哈，你第一位了哈。好，我就不用问名字了，太赘述了哈。你有得到第一名再问啊。来，请就位，你们照牌棒哦，你来蹭蹭之王登山挑战赛，因为这山很多了。啊，是的，来大坑观景区。好，那个我请，来来来来，我的记录没有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。你在这里跌倒？什么？下山跌倒，那淘汰了吧？淘汰了吧？下山跌倒，他很危险，我怕他把我裤子扯下来。他就在我面前，一样，我们就这么做的。你会敢啊？错过这个机会，几秒？没事吧？五百八七先披上彩带。来，5秒87，恭喜你，现在是冠军。站上来，因为他是第一位嘛，哈，有过5秒87就直接取代了。第二位来，预备。好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剩了1秒了。啊，你把他，哎呀，把，啊，你把他，哎呀，把山给弄倒了。山弄倒了。失败。OK， 好，来。谢谢你哦。谢谢你。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同学，你回到你应该来的那个地方，快回位置去。哪里来哪里去？哎，第三位了，同学了，预备。很厉害哦，瘦的就很厉害，每个人都成这样好。哇！爬上来，爬上来，爬上来。好。来，
这边有机会吗？破五秒多，他可能差不多了，两个五一跟五秒八七嘛，我接近蛮接近，五秒五秒六四之类，五秒九四，哎，请回到原来的地方啊，不好意思啦，来同学再来五位，你们刚刚不是举手吗？有那么多，你等一下哈，来你先跳，你先跳，我们再处理女生，来预备，好，快快放松，看起来有机会哦。好，这位同学，小心了。好。哦，好，这位同学，小心了。好。哦，哎，不错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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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三秒多，应该是冠军。赢了，赢了，应该是三秒。哎，又一个。按照顺序帮我排出来。哎，你们是看第三届长大的呀？还有一个，你们那边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有人假摔这种这么真啊？对啊。啊，四秒一。四秒二七。四秒二七。哇！请下来一下，来，请上台，颁奖，谢谢。同学，回到你刚来的地方。哪里来？哪里去？哪里来？哪里去 ？OK， 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。哎，请问你是叫什么名字？任杰龙。任杰龙。任杰龙啊。工作是？我刚退伍。刚退伍。待业。待业。待业。刚退伍。刚退伍，在军中这么会跳？还有在训练，有在训练。有在训练。好。体能好啊，这个时候。你是四个月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职业军人退伍的。职业军人，难怪，当了八年，没有四年，好，现在有五千块的机会，因为女生的话，因为女生啊，我们没有男女之分嘛，对啊，女生可能比较轻，但我觉得女生能够过关的话，应该给她七千了，哇，如果最后的第一名啊，如果女生第一名的啊，来预备，哎呦，这个有机会的女生来送送吧，大家小心了，哎。啊，下来了！送送了，大家小心了！啊，下来了！这个要救，叫救难队了。对对，要去救难。没有上。爬山不要掉到山谷了。预备，加油！走走走走。女生如果赢了，加油！爬到一半就跌倒了。不好意思了啊。接下来两个都没过哦，女生是比较难哦，但是女生也比较轻盈。小心啊！前面吃饭很多人啊！哎喂，很多人啊！哎喂，第一圈你就倒了，哎，这前面蛮远的，碰到石头了。预备，蛮远的。这个有机会哦 ，Chinese 太重，太重，你是国家代表队？不是啊，你是什么工作？学生嘛。你为什么穿 Chinese 太重的衣服？就是这运动服吗？就是田径队的衣服。田径队的衣服，有机会擅长什么？100、200、400、100、短跑，短跑，100，好，速度啊，七千块啊，速度啊，来个短跑，哎，跑了，给你那个，哇，来个短跑，哎，跑了，给你那个，哇，还是给下来了。距离来讲比较遥远了啊，对女生来说有点难，是不是？对，不容易。好，你们两个冰城的看到人家示范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就你们了。这边同学派五位，到后面等。好，来，到后面等。你以前是运动员吗？小学算吗？小学哦，那也太久。你擅长什么？啊，跳高。啊，跳高，跳高，那没问题。快，你说你运动员吗？我是舞蹈啊，舞蹈老师啊，舞蹈。请问谭咏麟先生，好像啊，这哼经，听我一声。来，谭咏麟现在还是谭咏麟。好，来谭咏麟现在呢？他又不叫谭咏麟，他是您的我先生。哦，先生啊，哇，有没小孩吗？有两个，在放哪里？放在家里啊，不是，放在家里，可能放在亲戚朋友家。我跟他说放在厕所。喂，预备，跑起来了，跑起来！喂，喂，跌跌撞撞的。哎，有站上去就很厉害了啊！哇，他给你先生的站上去的也是完成的，对啊，那个要勇气呢。现在第一名是四秒二七嘛 ？OK， 你觉得你几秒？应该有五秒吧。五秒，要四秒。好，来，请。六秒七。对，六秒七，六七，没关系，有成功。来，欢迎你啊！来自马来西亚槟城的朋友，预备。特别来台中找我们，送一大集合。喂，你这样子的。
这样是不会跌倒了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上山喽！啊，上山喽！啊，还是掉了。你太太来，要抱石头的。来来来来，没有成功了，谢谢你们两位继续啊，支持我们节目。现在第一名4秒27到最后一批了，记住哦，男生赢了5000，女生是7000哦，预备，来哦，机会来啊，啊，接接动作，啊，太急了，不错，还不错啊，我觉得成绩不错，我觉得有点危险，拐了一下，又拐一下，拐一下，拐那一下，而且速度没那么快，我觉得有机会，真的。第一名4秒27，他有可能是4秒69，4秒99，4秒99，所以差一点了，差一点呐，他不跌跌撞撞，嘴零点几秒嘛，谢谢，谢谢，你真的不会冷吗？不冷，嘴唇都发白了。其实哥哥很，他站很久了，他站很久，站快一点，我们未免者快感冒了。来，一二三，好，预备。好，各位，来，跑跑跑跑，哎，跑歪了，跑歪了，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站上来，他没有犯规啊，他没有犯规，他几秒？5秒8，因为他那样就拖长时间，对呀，对呀，哎，小女神加油喽，7000块哦，你是高三，高一哦，对，高一哦，要不要回家？会不会冷？会不会冷？有一点，有一点冷，现在风怎么越来越大？对，好冷哦，预备，哎。我知道了，注意安全啊！哎，爬山很危险，哦，女生，哦，爬山很危险，哦，女生，哦，哦，有完成哦，同学这里请，不错哦，蛮快的嘛，嗯，很强哎，有机会吗？对，但是他女生来讲，她应该是最强的，但是能赢过男生，这个就是我们赛制上的问题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来几秒？4秒20。你赢呢？真的假的？你赢呢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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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扯哦！好，请站。终于把卫冕者给拿下来了。你会7000块哎，因为他们绝对赢不了你啊！4秒20应该你要摘啊！哎，剩下几个？三个，三个了，三个你透懂啊？这透懂啊？7000的一位，这个过关10000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赢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过关就10000。过关就10000，万一过关了怎么办？不会过，那慢慢过就过了，不能慢啊！哦，对，哎，不能慢啊！过关啊！啊，不可以慢慢的哦。你能过关2000，但赢过那个4秒20，10000。哎，来一位，要快要快哦，赢过他。哎，没有，前面滑倒了，这个算是输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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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大哥。你不要这么兴奋嘛！一出门，你眼镜也戴了，你是看不到吗？前面他没有踩好嘛？对啊，你要碰碰，因为你喊10000块，他有点紧张，兴奋开心。那我就加了20000好。你只要赢4秒20就是20000，所以速度要有点出来。对对对，过关就是5000。5000，过关就5000。哦，好，来来来，预备，来来来，表了表了。来来来，累了累了，我累了，很累哦，没还跑两趟就累了，坐这么早了，哇，帮你们做最高级的，最高级的，最高级的，最高级很辛苦嘞，那最高级为什么头发可以剪那么时髦？哎，这我的 logo， 对对对对，帮我们最最高级嗲嗲，那么跟我们进出很辛苦，辛苦辛苦，所以他就加了3万，3万的了，3万。过关是10000，赢他，赢他3万，安利好吗？来来来，不要再演了，这个包不要再演了，可以过了，可以不用演了，不用演了。你刚刚演的我知道，可以过了，可以过了。啊！加油，大哥，大哥！快进步，进步了，快进步了，进步了！
进步哎！等一下，三个三个，等一下，哎，您刚刚的动作害我吓一跳哎，我也吓一跳哎，你进步了嘞，多跑几次是有经验值的。我怕他心脏受不了，会喘啊，会喘，会喘，先旁边喘一下。哎，你要来扶一下啊，扶一下，扶一下。许德伟，来加油了，预备。许德伟很有机会可以破纪录的。起身太慢了。啊，起身太慢吗？太慢了吗？起身太慢，有机会，我觉得有机会。是吗？因为他前面撑直板花三，上去四秒，接近啊，四秒二四，你应该是四秒三五。哎呀，四四六啊！对，四四六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又输输球，差一点，一百六六比啊！最后一位来，晨曦 ，OK， 来，你先来，来来来来，这最后一位啊！晨曦是新人啊，他的 rap 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你什么叫哦？你讲的好像是我的事情啊！我的哦嘞，你的新作品没有？因为这样 rap 有点尴尬，为什么？Yeah, I'm in the real zone， 都不怪手中 Banaga Banaga Hong Kong， 想到你成长的 Colorado for a better scene， I'm afraid I'm afraid。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次出的全部英文 Banaga Better Better Better。 不是啊，我问你，你这次出的全部是英文吗？没有，有中文。那你为什么唱中文？你现在 run to 那个啊，对对对， run to 石头， OK， run to 石头，预备，学他，啊，晨曦， run to the top， 哇，我成功一次是不是？什么都要成功一次，又过来，没有，晨曦，你以前是从哪个医院出来的？万方啊，不是，快回答，哎呦，我问你从学校毕业的？我是那个，我大学没念完，不重要，大学念完大学是、没不太重要。我以前是一个团体啊，叫 A Team， 然后我跟翔哥有一起拍过 MV。啊？有，这真的。我们有拍过 MV。有，我们有一起去哪里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比较值得讲。哦哦，请我们拍什么 MV？ 那个 A Team。等一下，敌人他开始在竖鼻涕的。啊，你还是过没有？没过没有？真的？有。OK， 好，对，请往后面站。好，今天表现不错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获胜的呢是我们的女生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名叫张巧珍。张巧珍，巧珍现在念高一。对，家里几个兄弟姐妹？一个。就你一个人啊？不是，还有一个姐姐。那就两个啊，什么叫一个？你到底想什么？除了他有一个啦。晨曦的朋友呀。这些年轻讲话是听不懂的。晨曦点，晨曦点，晨曦访问他可能可以啊。你叫他访问一下年轻人跟你。对，访问一下，帮我们问一下他的。你好，这个请问一下你个子。个子吗？个资不是这样问的，个人资料啊，你就问个资，可以公开讲吗？你可以讲，你们把银行账户。来来，我来问了，你血型是 ？O 型。身高？155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晨曦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高高的男生。高高的男生。有没有头发白白的？你喜欢高高的男生？嗯哼。那有谈过恋爱吗？有。你今年十七嘛？十六，十五。那个恋爱叫恋爱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就是喜欢他。对。现在还在一起吗？没有。分手了。对。为什么分手？你问的太仔细了，不用这样嘛。他爸妈会看的。对啊。哎，我喜欢他才问啊，不然呢？你们不想知道吗？想啊想啊。是不是？你也不一定照实回答啦。对，你讲你的。我忘记了，你忘记了，反正就分手了。对，哦，以前男朋友多高？180，那蛮高的嘞。180，你多高？187，187，他更高七啊！真的不能再高了，87了啊！不行了，好。
还有什么要表达的没有？我赢男生哎、欸！你赢男生，本来五千啊，不是本来五千哎。OK 哦，因为他今天蛮诚实回答我问题，我来处理一下。特别请到我们的主委李作胜，来再次有请林宗宪。哎，宗宪哥要讲话吗？今天非常感谢。我们综艺大集合，在瓜哥跟翔哥的带领下，我们南信宫，台中南信宫有这个荣幸来地主之谊来录影啊，在这里祝我们综艺大集合的节目，哎，观众满天下啊，然后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诸位还要补充吗？不想的啊。感恩咱啊，咱胡胡瓜瓜兄呢啊，咱这个综艺大集合，啊，办这个节目这么精彩，啊，大家哪有时间半价光临啊，来尊敬咱的妈祖呢？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北屯旧社南新宫，他造物雅阁花园嘛，对吧？哎，雅阁花园。对啊，哎，是不是嘛？放山鸡那个什么土鸡城，有，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当初非常繁华的，你知道我们百战百胜在这边的时候，光过年就收两三亿现金，我有门票啊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百战百胜设施在那，我们都有到场，对吗？都有去，他可以为我证明啊。说不定你那时候也有参加过哦，因为我也是大坑的人，哦，你是大坑人。对对，我们现在就好好坑一下了。来，我来朱丽姐哈。谢谢谢哇，谢谢谢谢哦，南新宫天上圣母，台中北屯啊，铁人几万在念一下，因为女生嘛，七千块来，请颁奖，来来来，常务先生，来常务先生，恭喜恭喜，来恭喜啊，常务先生。颁奖七千块，最重要呢，因为主委呢认为呢，这小女生呢，非常能言善道，而且的表现非常好，哎，赢过男生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们两个，一女一女一霸会六元，不是，因为同学不好意思拿，好，那请再颁多颁一千块给他，谢谢，谢谢，那个加码了，小妹你这样可以吗？满意了吗？对不对？好数字啊，八千块。对对对对对，几岁结婚？几岁想结婚？没有想结婚。没有想结婚。对。也没有自己人生规划。有，但是还没有规划到结婚。那你规划到哪里？大学。大学。想出国念书吗？不想。啊，你如果讲想，我就给钱给他了，不想。来，输给他。啊，这么客气。既然不出国，就算了。谢谢同学，谢谢同学。也谢谢主委啦。今天来到了北屯旧社南新宫，也谢谢主委李作胜，常务监事呢林宗宪。这是好山好水的地方，大家可以享受美食啊，里面逛。好。我们有很多礼品要送给大家，大家上网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8:15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